之前跟同导合作过很多次，这一次穿动捕服还是头一次，不知道将来在游戏中看到自己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。这真是我第一次和游戏的合作，之前从来没有想过说舞蹈可以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呈现给观众面前，所以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合作。这次合作中，游戏中实际上融入了很多中国古典文化，我们也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去雕磨细节，希望这一次我们的作品能为逆水寒带来不一样的艺术之美。这次跨界的创作是舞蹈直接植入，其实除了考验我们的审美能力、创意和整体把握的能力之外，我想最重要的是考验我们的融合能力，它需要一个转换的过程，可以说是为舞蹈打开了另外一扇窗。我能感觉到逆水寒制作团队是非常用心的，对游戏精益求精，所以我也非常期待这款游戏。其实把舞蹈植入到游戏当中，可能在我们的国家还很少可以这样做到。那我看到了网易游戏整个逆水寒的制作团队，他们非常的专业，给我们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性，就是舞蹈可以利用其他的一种方式呈现给观众面前。我相信这个对所有广大的玩家来说也是一个很过瘾的事情。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，能把中国古典舞传统文化融入到游戏当中，我希望以后有更多的合作机会。这次我会为游戏中的一个重要人物李师师设计一段舞蹈，作为四大名妓的她，在当时这样一个环境下，面对自己身世的复杂感情，还有她的遗忘与回眸，我们都会表现出来，然后我们再用歪康动捕这种新科技把它捕捉下来展示给玩家。古典舞呢，它其中有很多凝请圆曲、闪展腾挪的身法，这些呢恰恰是中国东方审美的意蕴，我也很期待这种文化意蕴变成游戏元素呈现在大家面前。因为我本人是一直致力于创排创编中国古典舞，其实也一直在梳理用肢体来书写中国文化，那这一次的逆水寒游戏当中，所有的人物的涉猎都跟宋词息息相关，好像冥冥当中我们是有这种契合和缘分。我的舞蹈会一直在游戏里面存在下去，可能数百万甚至数千万的玩家会到这儿来看我的舞蹈，即使将来我老了跳不动了，我觉得这里依然记录了我最佳的状态和最好的舞姿。我们创作者也好，还有游戏的设置者也好，他们其实都在完成一个为玩家甚至我们是为观众来制造一个梦境，那这个梦境可能是一个非常非常庞大的工程，甚至连舞蹈这样的段落也请到专业的舞蹈编排的团队，以及像唐诗逸和孙柯这样的顶级舞者，我相信玩家在玩这款游戏的时候一定会非常过瘾的。我会选碎梦，应该是一个刺客的位置。如果让我选的话，我会玩素问，欢迎各位小伙伴在游戏中跟我江湖相逢，一起在游戏中欣赏我最新的舞蹈。